走之时，便料到会有今日，尽是灵山造的恶意。人不人，妖不妖，真不如死了痛快。是你啊，竟然还活着，还杀了我部下将领，打开了这扇门。我部下共有四将，皆乱了心智。你若真是天命人，可否助他们解脱？黄眉假扮弥勒，骗我当来此赴宴。若非我一时天真，也不会害了手足弟兄。可怜四将，沦为妖怪的鹰犬，莫非保全本性，自绝耳目，方不受妖眼魔印侵扰。昔日大圣到四周求助，我率吃了人主带的亏1000万。黄眉老怪，这猴子或许黄眉得了大圣根气，也是大祸。